来。野生的良药，我是刚好骑到这里，他最近睡不好，我们就用了这些本地的一些药啊，煮些水然后给他泡，这是可以清凉的。我儿子一天最少要吃三种水果，他嘴巴会巴拉巴拉巴拉吃个不停的那种。怎么样？你帮我试一下。差不多，可以了。对，这个水温可以。记得给爸爸吃点儿。老大，我们泡澡了。我能坐一不？能坐一啊。好啊。正统啊，现在都买不到了，买到的都没有这么好，还得要重新去把这个打掉。这桶应该用了差不多30年了，都没了，刚好给你用是吧？哎呀，擦擦脸，阿敏呢？脏不脏？走走。再尝试。生气。啊，不动你了，不动你了。怎么扭毛巾？好了，困了，泡着困了。睡觉就行啊。半壶水都喝完了，泡着他饿了，得叫奶奶。他非常清晰的看到那个奶瓶喊奶奶，第一次看他发音这么准的。他现在真的开始学发音了，昨天让他叫娘娘，哎，叫得很好，包包、娘娘、奶奶、女女，开始说了。